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这一次把巴达克一家给全部组上来了。我托上巴达克，我逆将拉蒂兹 ，and 我托托圣果库。然后，如果是有一张可以出成叫卡卡罗豆的话，那会更有趣，而且就不会跟孙悟空绑定。不然未来会不会有啦？是希望有机会出这么样子的卡出来。那么在这个队伍来讲的话啦，就我们的这张素索的巴达克就可以吃到五张的下级战士啦，他的被动就可以全满啦。就不会是，可能还可以拿去扛一号位去。然后当然了，这个队伍可以成立也是因为我们的孙家两大神的支撑着了。希望啦是可以的。OK， 那么就直接 Let's go， 加码一号 and 二号，一个子。OK， 哇，这个顺位，哇，这个有够要秀，下一轮全部没有办法的那个做到连接。骂。全開でいくかな。はい。トト。一徳がおめえなんかに天下は取らせねえからな。这个是孙子了，孙子不重要。这个是巴达克一家。OK， nice， 这样悟空可以直接大量的叠那个他的防御力，不错。这边的话就可能不要打到那么的快，大概这样子好了。可是下一轮真的是有够亚背了，三张完全零连接的角色放在一起，哇，买吗？你的必杀直接就在这边靠过来，不高要求哎，我活22万，痛哎！不过有跟悟饭连到那一个孙一族啦，就还蛮不错了。524。2发，然后等一下素鼠的巴达克应该就是直接站在一号位的，毕竟50%的减伤了。这个队伍可以做到50%减伤，真的是不错，也不容易啊。993万，一个子，然后无限叠拱，然后巴达克是在第二回合登场。那么可以维持到第七回合了，那个康普比萨。然后悟空的复活也是想要尽快的把它给弄上来。跟人哪里可以？我对面已经爆了，这一轮打得有够快，是也不错了，打得快。下一轮就不用受那么多的伤。哎，又被自己给吓醒了。哇，必杀在一号位啊！哦吼，有高要求，老实说，谁上都很假呗。只能指望那一个50%减伤啦，塔的问着50%减伤，第一下对呀，我呀痛，讲三连必杀，唔该晒三连必杀，谢谢你。一发。必定连击攻击，高确立必杀最佳发动是吧？两发，三发，第三发这个真的是有，直接把对面烤掉，我们就不用中必杀了吧？Safe， 安全的度过一回合。那么最，OK， 那么最尾的欧尼奖，干巴嘞。我跟你讲，就不要吃掉人家的竹子好了。
OK， 稍微回点血哈，哦，回的蛮多的。反正欧尼讲这边呢，哈，被打绝对是大喷血就是了啦。OK， 两下，哎，嗯，悟饭，一二三，60%减伤，现在有，哎对，哎，真正大丈夫です。1311万，不过因为气力没满，所以刚才只有40%的减伤罢了。那嘛嘛，够用就好。Please。不过这一轮的话，是不太希望把对面直接给干爆就是了啦。我很大可能性这一轮会把对面干到剩下残血，然后下一轮快速的解决 ，OK 啦 ，OK 啦，嗯，慢慢给力。然后就是欧尼讲这边呢，吼，需要被打三下，他的主动技才可以扛，所以都要找机会让他去被打。这边是第一下就是了。我们队伍的火力没有到这么高的状态啦，吼，就比较有机会。让三号位的人被打，可是有时候又不是不想完全让三号位也被打。哦，546万，哎，我跟你讲的 ，win grand 哦，哦啦，莫多，哦 ，OK， 到，傻死个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家伙有够哑呗，嗯 ，OK。嗯，这个样子，哎，对，52万啊，52万配上50%减伤，然后再加上行动后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然后反正这边那个复活随时，哎，随时 stand by。可是我们的那一个巴拉克啦，吼，技术的巴拉克，被动一下都没有跌到的话。哎，去到后尾会死人的喂！可爱拿，哦 ，OK， 摩托，哎对 ，Badak 828万 ，Ora， 这个就是五张下级战士的威力，哎，然后哦吼吼吼，又是连击，上一轮三连必杀，这一轮两二连嘛，这样就已经叠了五次啦，防御力哎足够高。配上50%减伤，哎，真的你给你。哦，这个样子的话，哎，这个就，那、啊，是还蛮想留的啦。不过，要过去的话，就必须要开了。我本来想说啦吼，让那个欧尼讲。先留住，然后等一下最尾再跟那个谁一起开，一定很有趣。结果好吗？没办法，哎，做不到。OK， 卡拉诺科技，哎，懂六颗，啊、四颗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边叠一下被动，叠一下被动，然后所有的攻击都很踩到629。啊、这个五道位悟空的被动大概还差个两下左右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下一轮有机会复活就是了。即使是复活不了也没关系，就有机会让那个 Ladis Oni 奖被打，这个也是很棒。这个是当然完全打到 Zero Damage， 海动。死人啊！而且这个实在是有够烦哦，这个加马一二号两发必杀在这边，还好就是巴达克可以看破必杀，要不然真的是有够难受哦。2170%的队长技，2000万的火力 ，All right， 摩托1535万，开眼就是赞。好像我跟你讲啦，不过未来还会不会出新卡，还蛮好奇的。
可是他应该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了吧？如果是讲以这个动画来讲的话，除非原创了，要不然原作当中的东西他都用完了吧？嗯，主动技已经用掉了嘛，然后 Winged Endor 也是用掉了，都是高清版。然后 Sono Tedo 啊，也是用掉了嘛，好像不会再有的出了吧？除非就是出 Combination 吧。嗯，可是 Combination 他又独自一人来地球，好难出啊。除非 IF 线啊 ，IF 线跟那霸北齐在一起，那就可能还有机会。不然的话，绝对是我 calling， 对。那么这个的话，科技，最后就是奥尼奖，对。54万、76万、16万。如果奥尼奖有机会开到，有机会被打，那是很棒。因为那后面有两下，那么就刚刚好凑够了吼，他的被打次数了，650万。因为这边我们的悟空，极悟空啊吼。他的火力是没有到很充足啦，因为气力还没满，气力满不了，呵呵，所以大概率啦，火力奖是会 被打的，但是因为是克数的关系，应该不会死，这样子就足够了。哎呀，那么100%的回避，这边会被打中就是出棒了。928万、跟奥尼讲连接四条连接、跟儿子的连接还不错、大儿子跟小儿子两个都在一个顺位上面。Nice 连击三连必杀。这个奥尼奖没有机会被打，真的是没机会让他开主动技了。但是奥尼奖绝杀，奥尼奖绝杀，能够让巴达克做到绝杀就很觉得很有趣。OK， 这边的话是这么个摆法啦，然后18万，Wish 给它开上来，这个样子。Wish 开上来最主要当然就是为了我们的巴达克，希望不会死。1543，哇，这个火力。很棒耶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不会有必杀，所以只有普攻的状态了、其实还蛮好让那个巴达克过渡过去的，应该是可以的，只要扛住普攻嘛、已经开了 40% 的减伤了。哎，巴达克撑起来呀、巴达克。就一下骂，323万，一发，22点连击 ，OK save， 100万啊，这个防御力100万啊，冲的，是有够快的，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巴达克放一号位。然后科奇卡拉诺，科奇这边的话死不死倒是没关系啦，58的减伤，完全可以让他扛一号位就是爽。不过这个队伍来讲可以打到什么程度的敌人就不确定啊，高确率828万。布罗利的关卡应该是可以，然后果基大的关卡的话，因为全体攻击会有一点小难度，主要就是在奥尼奖的身上、那个问题。因为全体攻击会很难熬，
所以那些复活啊什么啊，全部要留到欧尼讲的那个时期才可以。哎，哎对 ，OK OK OK， 认真干掉 ，count down two。那么这一轮就是必须要把对面给解决掉了。必杀不一直开在欧尼讲的身上吧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会很可怕哦。哎，对，哇，亚贝，可爱呢！必杀到底会在哪里？够不够时间把对面给干掉？最好是留到最后一下，如果最后一下的话，到欧尼讲触手的时候，很可能可以把对面给干掉。哎。黑啊！不过这边悟饭的减伤，因为没有满气的关系啦，哦，是不够高的喂。490万。悟空上一轮有那个 gap 斗，所以三连必杀的可能。一发，哎，两发，难道我们的欧尼讲又要再做一个终结者了吗？Ring End， 哎，莫得，我真的是留给欧尼讲吗？马萨卡，哎对，一个在欧尼讲546万，哇，这个自信的微笑有没有看到？欧尼啊，收了两个人头，我们的欧尼讲。OK， 那么这边就把敌人给总结掉吧，马子吧。オラは別に正義のヒーローでも何でもねえ。変だな、仲間を傷つけるやつは許さねえぞ。Yes， 哇，1000万的火力，斯巴拉西，哎，对。125万的防御力，哈哈！情けねえ。俺が貴様を倒す。貴様を倒す。哦，かっこいい。当那个怎样，所有东西都齐全的时候，这个巴拉克，哎，四条连接，哎，少掉超赛格觉醒的先骑者了，不过还可以。146万的防御力，就问他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吃错组了有没有？啊，算了，无所谓。Doko， 一个在 Doko 在极悟空身上。本気を見せてやる。太兴奋了，结果我忘记开 Wish， 要背。还好最后一位是财星大佬，比较有机会撑过去。那么这边必杀开在前两位都没问题，但就不要开在最后一位，会直接升天，那个就搞笑了到时候。而且悟空刚才我是要想要让他吃满气的，我一剩下最后一位了。哦，这种失误真的是不可以啊！哇，2400万，好爽。提莫基啦，哎，但是全部让极悟空打完的话，巴达克到这边变身就没有意义了。哦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剩下三格血可以留给巴达克。一克子，哎呀，靠！哦，1212万，那就没有像昨天试用的时候那么高，因为那个有超赛巴达克嘛配合，这边没有超赛巴达克的话，火力就会掉的相当多了。连接有差，尤其是那个觉醒的先驱者，然后那一边会有25%的加攻跟10%的那个防御值。呀，好的，哇，这个巴达克就整体真的是还不错的。当下级战士满足的时候，前期可以好好叠。不过就主将者队伍，然后真的是玩起来很辛苦，不过就很愉快，有点小挑战啦。OK。
这个就是巴达克一家的实力，虽然说不是最难关了，当然也不错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塔尼，拜拜。